哎，我看我的这里发现了什么？这边好像是一个可乐的一个变形机器人呢，它好像是个手画。哎，好像掉到里边去了。我们看一下，从哎这边好像有个爬网可以上去，我们从这边试一下吧。试一下，哇！哎，能不能爬上去啊？哇！ 掉那边了，哇，掉那边了，哎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东西，哇，哎，这个是一个星辰版的高德曼卡包哎，它好像是哎是第五弹的没有拆的，哇，这边这个是刚刚掉下来那个可乐的变形机器人，这边那个手应该也可以拿出来，哇，这边那个手臂也变出来了，一个超帅的可乐机器人，哎，这里边有点像基地一样啊，这边是通往哪边的？哇，这边好像很远呢，哎，那个下边好像还有一个球哎。 还有一个球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哇，那里边好像有个东西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我们从这个爬网那边爬过去吧。哇，看一下那边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好像是一个悟空的一个战甲呀，好像是一个悟空的一个战甲。哇，这两个东西没有地方放啊，先放在这边吧，要不然我扔下去吧。扔下去，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悟空的一个战甲。哇，这边是个大头哎，超可爱的一个悟空。哎，这哇。 哎，有小的绿色的一个东西掉下去了，哎，那东西不知道掉在哪里去了。我们继续向前吧。哇，那个前面好像还有东西，我们继续向前。哇，我们继续向前。啊，哇，这边真是好矮啊，竟然磕。哎，绿色掉在那里了，那个绿色的玩具。这边真的是越来越矮了，不过我们好在我们爬。哎，这边好像是一个三角的一个赛车哎，哇。 哇，这果然是一个三角的一个赛车，它好像是可以发射摩托那种。不过这个摩托车好像不见了。哎，这个是吗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一个恐龙的一个赛车哎，橙色的，它也是可以变形的。哎，这边这个好像是一个绿色的一个，这个是一个战斧的一个变形机器人呢，它好像是可以变成那种战斧的。等一下我们变一下，我们先从这边这个出口出去，然后再去捡一下我们刚刚扔下来的那些东西。哇，哎。 这个下面有个桶哎，哇！我们下去看一下，哇哇，这个桶里好多东西啊！这边是刚刚那个悟空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刚刚那个恐龙的一个玩具车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好像是那种可以变成轩辕剑的那种机器人呢。这边那个头好像在这边，哇！这边那个头在这边呢，超帅的一个变形的机器人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黄金的一个飞机啊，这个好像是可以发射那种球的，不过这个里边好像没有球哎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。 这个好像是一个不能变形的那个轩辕剑呢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奥特曼卡片，这个黑暗战士 X 的一个红皮皮卡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 X 的一个胸像印章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锤子，这个锤子是干什么的？还有一包这个奥特卡包，我们现在把它们都装起来。这边这个盲盒在这边，哎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刚刚掉下来那个绿色的东西，它好像也是一个变形的机器人，它的头应该是可以变的。 哎，这个好像不知道怎么变的。还有这个可乐的变形机器人，哇，它怎么有点变形了呢？还有这边这个星辰版的奥特曼卡包，我们拆一下这边这个豪华包，哇，看一下这个里边能不能开出一个红这批或者 SP 呢？阿尔卡罗索，阿尔卡，阿尔卡，风暴阿尔卡，哎，这个倒着的，这是反着的，一张泽塔奥特曼被打冲击的 SR 卡。